江 style。好的呢，这次呢，我跟我的这些队友呢，我们的目的地是到这个最高的山顶去找萨诺斯。这个萨诺斯太可恶了，把这边的地球人全部变成僵尸。我们要想办法去跟他一决死战，来拯救这些洛圣都的市民啊。OK， 那从这个地方到这个最高的这个山顶呢，可能会需要经过这个重重的关卡。没关系，我们就开着我们的这个台车上去咯。哇，已经被僵尸重重包围了，我先清掉这一些小怪啊。我的雷射枪绿色的，哇，格鲁特超强的，他拿火箭炮哎，然后你看他的枪，这个是火箭浣熊，他拿的枪超大支的，哇，你看他的这个火箭炮打到地上全部烧起来了，超强的，来上车上车上车。快有快有快有，僵尸来了，快走快走。葛摩拉，你又是最后一个，赶快上车啊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先去找一下补给物资啊，先拿一些物资，这样之后比较好走啊，对不对？ OK， 我们先标一下路，如果走外围的话，再往上面开的话是有机会的。那我们走这里，我们先去这边抢一下物资。沿路都是那种抛弃式的车啊。哇，这边没有路可以走。哼，挤这个路真的可以吗？等一下，中间没有路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哦，前面，我们先从那个前面的房子离开。哇，这个雷电风雨交加，连开车都会打滑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过头，过头。坐好，坐好。等一下摔出去我可不管哦。哇，沿路斩压！哦，这风雨太大了吧？这有台风要来吗？总觉得那个轮胎要飞出去了。哦，刚才震动一下，哦，闪电哎，超大闪电，震得我那个轮胎都在抖动了。要右转，哦，哇，僵尸碾过去了，哇，好大一个闪电啊，超强的，好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在前面哦，还好路上没什么车啊，不塞车就很快啊。觉得那个格鲁特好大只啊，好不习惯啊，好想念他以前小只的样子，超可爱的。哦，撞到了，撞到了。好了，我们快到了，快到了，刹车。啊，又是一间 Seven 的，抢一下这间 Seven 的。我们在门口把风一下，我去抢物资啊。你们都进来避雨就对了。我们先看一下星爵的外观啊，等他戴个面具，他这个还可以把面具脱掉哎、欸。然后你看他的背包，后面的背包，然后红色的夹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浣熊。浣熊拿超大支的枪啊，
哇，超大枪，然后德克斯，哇，他身上的这个纹路好明显哦，超帅的，他可以拿双刀，但是我现在先拿让他拿一只就好了，因为他拿双刀会爆冲啊，然后哇，这个是格鲁特，格鲁特好高哦，哇塞，他是一根树啊，树精吗？他拿火箭炮哎。然后后面那个是格摩拉，格摩拉他的身材很适合拿主机枪，所以他诶，他的枪贯穿这个玻璃是怎样？是原本就破的吗？没有啊，但是他枪贯穿的，太扯了啦。然后你看我的枪，镭射光是绿色的，哈哈，超帅的啦！我看一下他的正面。哇，他头，他头做得好细哦，精致哦。哇，德克斯，德克斯好好笑哦。他是蝴蝶脸吗？他背面。哎，浣熊，浣熊好像猫咪哦，还是老鼠啊？不过我觉得他最帅还是那把枪啊。好，观看完了，想要看我换面具吗？换面具给你看，等一下僵尸过来了，你们把风一下，把风一下哦，僵尸靠近哦。哎呦，过来了，后面有一只僵尸，哇，你太猛了吧，你是怎样火箭炮飞进来哦？我先把它干掉。哦，交给你们了，我先换个面具哦，换一个面具。哇哦，是不是很帅？突然觉得他不戴面具比较好看啊。哎嘿，好啦，带回来了。OK， 我们要出发啦。等一下，我突然发现我的饥饿程度已经过半了，那个口渴过半，然后饥饿。还有了，还有多啦，但我觉得僵尸都在门口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清理一下门口？德瑞克，德克斯吓跑了，哇、哦，是怎样？你是直接对着我射就对，我不是你的敌人好不好？我不是你的敌人啊，不要对着我打啦，喂，我是队长啊，我是队长，你们几个给我上车。哇，对着里面射啊，行不行啊？行不行啊？上车啊！啊，是怎样啊？都不上车，快点啊！哇，你还在射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是怎样？这游戏有 bug， 哈哈哈。队友不理我了，这样怎么解救人民呢？快点快点快点上车！哎呦，现在是怎样对着我射就对了啦，你们很不合群哎，我又不是坏人，我只是把那个谁吓跑而已啊。葛摩拉你上来啊！哇，葛摩拉帮我打他。现在是在内讧啊，那内讧怎么玩啊？拜托啊，你们冷静啊，各位冷静啊！啊，我下车，我下车，好，很好，我的错，你们冷静一点。哇，你们两个互打、欸，哎、欸，那把枪对着我打，这样不对哦，我是队长呢、欸，你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。给我出来耶！给我出来！啊，他变敌对，他脸是红的，可恶啊！你给我去死，你去死吧你！这把枪可以连射，可恶，他是无敌的，我打不死他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们都走，都走，都走啦！好啦，人到齐了。人到齐可以出发了，但首先要清掉这我前面的僵尸啊！
开打开打开打，哇，第一个冲进去打的就是他，他拿近战。哇，这晚上好暗哦。哇，打僵尸打僵尸，快快快快快！哇，暗了这里，僵尸一直爬起来了，你们都不会帮忙一下。哦，我的子弹都快打完了啦。喂喂喂喂，后面有僵尸，帮我打一下。走开啊你。好，知道设定的问题。Combat。战斗战斗战斗。啊，我们清掉僵尸了，不要再打，上车了。哇，我的饥饿程度，我需要冲击一下。OK OK， 我们可以到下一个目的地了。这里好暗哦，糟糕了，这么暗怎么走？有一个没有上车啊。喂，浣熊。浣熊上车 ，OK， Let's go， 出发喽！OK， 我们这一次呢去下一个，哎呦，超大闪电！我们去下一个超章。7有开耶，还是亮的，可见主人刚走不久。甜甜圈，这是什么？巧克力吗？热狗。哦，他有卖火腿耶，柳橙汁，鱼条，要卖披萨，哇，好棒哦！ OK， 这边的物资抢完了，我们要出去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撞到你了。僵尸来了，后面还有一只。这个天气也太差了吧？这什么天气啊？上车，上车，快点上车哦，上车哦！哦。僵尸都用跑的啦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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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葛莫拉快点，这老神在在，真囧，他们都不会自动攻击的。哇，你们这样子不合群的话，我们这样很难上山的，走超远的，你知道吗？而且这样风雨超大的。看看现在几点钟？11点钟。哇塞，超久！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这个军事基地，然后开飞机上去。我觉得这样比较快。OK， 但是因为从这里的话，可能要绕一大圈。有可能的方法是从这里过去啊，从这里，然后再开进去，然后再从里面坐飞机上去。我觉得这个主意比较好。我的鱼有比较小一点的，我觉得我们到机场应该就天亮了吧？超暗的，已经打大灯了，大灯还是很暗。
哦，闪电超大，哇！哦，连续近战就对了，用敲的。好的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到了机场，可是沿路好多僵尸，而且我没有看到我们要的飞机啊，真囧啊！好，我们去前面那个停机坪看一看，我相信那边一定有飞机可以让我们开的。但首先需要清理这边的僵尸啊！好的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哇，好多僵尸围过来了，我的队友又不帮忙。必要的时候会打一发出来，行不行啊？用敲的。哎呦，僵尸很多哎，真麻烦。举手。哈，打飞了。哇，这个浣熊很凶哎。哇，终于快天亮了。这个天气开飞机好像比较适合，至少不是那种大风大雨的时候。好的，我相信前面一定有飞机。快，哇，看到尾翼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糟糕，僵尸越来越近了。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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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飞机，上飞机，准备起飞！啊，你们几个怎么在外面啊？我来帮你们上一下飞机哦。僵尸都来了，你们还在外面？哦，浣熊很聪明哦，第一个躲到后面去的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都上飞机了哦，准备起飞喽。我们先倒退一下。啊，我的门，我的飞机出不去啊！哈哈哈。太囧了，那个飞机出不去啊！我觉得再挤一下那个飞机就爆了吧。OK， 看来我要自己拉出去了。我们直接拉了跑道好了，太囧了，真是太囧了。OK， 我们到这边，好啦，这次我们准备起飞啦。哇、哦！僵尸在前面穿过，飞喽！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变换航道，准备往山顶上去找那个萨诺斯啊！萨诺斯啊，我们来了。哇，这个飞机好大台啊！哦，风光明媚耶，天气超好的。忘了收脚架，真囧。这样会比较快。好，我们开高一点，这样跳伞比较快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到了，准备跳伞了。咻！哦，
开展，咻！哇哦，安全降落 ，yes！ 哎，啊，我的伙伴呢？伙伴呢？坠机了！哇哇咧！好，我把他们都叫过来我身边好了，这样子不能打王啊！掉下去了！耶，天哪！赶快爬上来啊！还有一个嘞！好，我走前面一点好了。OK， 耶、yeah ！哎、欸，那个嘞，葛摩拉嘞，在山下吗？在山下干嘛、啊？好的，我们已经到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这边有僵尸啊！有僵尸哎、欸！这个萨诺斯跑哪去了？他明明就在这个上面，我们收到讯号的、啊。僵尸真的很烦哎、欸！怎样？怎样？你给我下去啊！我先躲到那个上面去召唤一下他好了。Oh my god！ 萨洛斯来了，各位观众，萨洛斯出现，哎呦，我太紧张了，他们人太多了，各位，准备开打了。哦，他躲在上面，然后这一堆僵尸围着我打啦。哦，追着我跑、哦。开打！你们在干嘛、啊？开打、啊！哇，全部在装火箭筒，行不行啊？装不完的、欸、你们，哈哈哈！萨诺斯真的很逊哎、欸，怎样？你们有事吗？你们这也太多只了吧？我们在拯救你们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最可怕的是僵尸，不是萨诺斯啊！哦，没搞错啊，这也太多了吧！哦，都是你啊，萨诺斯，你把他们全部都变成僵尸了，我来把你们消灭！来，别说我没让你，我用小枪打你哦！你很烦哎、欸，去旁边站着，去。他一直在弄他的火箭筒，还是怎样卡弹吗？怎样啊？看一下，去死吧！哇，好邪恶的脸啊，那怎样？不甘示弱吗？去死吧你！你走开！你走开！你们听到？你也是，你也是，你有事吗你？嚯、哦！德克斯都不会帮忙的啦！走开啊你，死胖子！走开！哇、哦，你们人太多了！我上去了！哇、哦，这把枪背在后面好帅啊！超赞的！我们上前去看它的外观好了，反正它现在也不会发射子弹。怎样？你的子弹装完没有啊？怎样？你不会发射吗？哇，眼睛是红的，真的是坏人吗？为什么他的脚这边怪怪的？上面那个也，我看一下。真的，他脚怪怪的，是怎样？你到底装完了没有啊？你下去啊你！我的大枪没中，再一次，这次我打头部。哎、欸，贯穿呢？为什么？明明就有中啊！下去吧你！
反派就是该死，受死吧你！这次还有三只反派，还在下面吗？我跌下去了，你还在下面装子弹啊？你有事吗？我来解救你。全部滚下去了，下去吧。你这个时候才瞄准，你有事吗？好吧，我们这一集到这边结束啦。看来我们的人类是回不到过去了。天哪，你们一直跟过来，这样我很难结束哎。给我下去啊，下去！缆车来了啊！我们坐缆车，快点，快快上车，上车，上车，上车 ，OK， 上车。不能搭缆车，没有钱。是怎样？这集不让我结束了。好吧，好吧，兄弟们，我们来看一下风景好了，看一个风景。那么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我是星爵 ，Hello， 我们是星际义工队，我是队长星爵，在我后面那个有刺青的呢是德克斯，这个马上举手，然后这个是格鲁特，你要去哪？你给我回来 ！NG 啊，队友都被我烧死了，格摩拉，你有什么事啊？你干嘛一直靠着我？我知道你暗恋我，也不用这样吧。要去哪？干嘛？难道你也变成丧尸了吗？头脑不清楚了，各位，你帮我阻止他、啊，还是跟着我啦？我不是在说你，我在说你。啊！他跑走了。哦，你干什么啊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浣熊，浣熊跑走了。我们要打你啊，干嘛躲起来躲在后面啊。